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enes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我这一阵子呢，真的在寻找一个美肤蛋，就是那种洁面仪啊，像 Foreo 的。其实现在洁面仪呢越来越普遍，毕竟我们手呢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手指呢不可能把毛孔清得很干净，就需要靠一些仪器呢来帮我们清除我们毛孔里面的那些污垢、那些灰尘，平时去不掉的那种角质层。想跟大家介绍一款洁面仪，就是这个是 Daisy Diary 的美肤蛋，它的正面呢是这个刷毛，就是 silicone 的刷毛。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大小，还有一点点的纹路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按钮，这个是开关，这个是加，这个是减。这一层呢是他们用竹炭 silicone 做成的，这个呢是电镀负离子层。第三个 surface 呢就是这种有波纹的，这个声波波纹呢是拿来疏解疲劳。那么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如何使用。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，你看我的毛孔这里呢有颗粒的感觉，看这里就是那些黑头啊、粉刺啊呈现出来的那种颗粒。我特地累积了这个粉刺就是来拍这个 before。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毛孔其实蛮粗大的。那现在呢我先清洗我的脸，然后呢我就用这个 Kiehl's 的金盏花洗面霜，就加一点点吧。那我今天用美肤蛋的时候呢，尽量用一些比较多泡沫的洗脸霜。我这次那个美肤蛋呢在水的帮助下呢会比较容易操作，就开这个我开第三个模式，所以呢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一直画圆的去清洗。它这个 silicone 的触感很好，很软，然后它的刷毛也不会有一种刺刺的感觉。那通常呢就会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洗一下眼边啊，眼睛那边呢可以轻微的带过没关系。额头这里呢可以用这一面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要用比较多泡沫的洗脸霜，因为你看它其实会好像刺掉那个洗脸霜的感觉。那么在毛孔那边呢可以加强，下八个人，第四集真是太强了。可以看到呢，你看我的鼻子呢平滑了很多。接下来我就马上洗脸一下，我把水分都擦掉了，可以看到我的粉刺全部被清掉了，然后那些黑头呢它是没有办法立刻帮你去除的，可是呢它会把表面那个黑黑的那一层呢给去除掉，它的清洁效果很好。这款美肤蛋呢跟其他的洁面仪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们以震动的方式呢来清除毛孔还有毛孔里的污垢。这个 Daisy Diary 的美肤蛋呢它有五个级别，就是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。五个级别呢是分别给五种不同类型的肤质，一打开呢就是第二集。那么我要开第一集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哦，你听它的声音。第一集其实很温和啦，第一集呢是给那些超级敏感的肤质，比如说超级薄或者是超级缺水。如果你的皮肤呢是超级敏感、超级薄、超级缺水的话呢，建议用第一集。第二集是给泛红敏感肌还有痘痘肌。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呢，我会用第二集，虽然我是属于第三集的。第三集呢它的声音会比较大声，
第三集呢是给普通肤质，也就是粉刺肌、痘痘肌、混合性肌肤还有干性肌肤。我觉得第三集有点太强了，它在我脸上的感觉呢，就是我的头真的有感觉到有震荡，然后我觉得第三集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所以我就会调第二集来使用，我觉得第二集就已经足够的清洁。再来就是第四集，哇，你可以听到很大声很大声很大声。第四集呢是给油性肌肤，然后还有加强鼻翼的地方和下巴的粉刺的地方，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建议呢你用第四集呢来加强那些边边的毛孔清洁。然后第五集你就听得很大声，它的我现在觉得那个震动力很强。第五集呢是给超级油性肌中东油田，第五集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太震动太大了，所以呢就是给那些超级超级超级无敌油性的肌肤。我现在发现它的 power 是有 memory 的，就是你看我开，我刚才最后一次开的是第五集嘛，我现在开去它是会停在第五集的，所以呢我现在把它设置到第二集，这样我开关的时候呢它就会是第二集，还蛮贴心的嘞。这样子其实它有三个模式，第一个是清洁模式，清洁模式呢就是用这个 silicone 的地方，这个毛毛的地方呢来做清洁毛孔的效果。然后这个声波波纹呢是一个舒缓的模式，当你想要按摩你的穴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这一面呢来按摩，就在你洗脸的时候呢促进一些血液的循环，然后疏解你的疲劳。第三个模式呢就是导入模式，导入模式就是这里，我很喜欢在做面膜还有做保养的时候呢用这个导入模式，因为这是电镀负离子层嘛，它可以帮助产品的吸收，让你的皮肤呢吸收你所擦在表层的产品，深层的导入进你的皮肤底层。除了在做保养的时候呢我会用这个导入模式呢，我还会在我敷面膜的时候使用这一个导入模式，因为它可以帮我快速的让我的面膜呢吸收，顺便呢做一些按摩啊。我很喜欢用它来按摩我的穴位，就是穴位是这里啊，这里你的颧骨的正下方有一个洞，就是这里有一个穴位可以按摩，然后还有你太阳穴，然后还有这里，在这里穴位进行按摩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的脸呢真的放松了很多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下巴这里，如果你经常按的话你会觉得你的颈纹啊这里下巴会比较紧致，就比较会有轮廓。还有关于充电呢，它会附一个充电器，就是这个 wireless charger， 就放在这里就可以充电啦，好方便。我个人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美肤蛋，我用的时候它给我一种 baby face 的感觉，就是我发现到我的皮肤很细致，毛肯定很干净，把所有的粉刺呢立刻从我的脸上移除掉清除掉，就感觉哇，我的脸上终于没有一丝丝的粉刺，超级喜欢。那这一小小颗呢，它的单价也不高哦，它的售价不到200块，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它的地方。我会把产品所有的信息呢都放在资讯栏，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看到一些你们想要知道，比如说跟谁购买。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了订阅、按赞及分享我的频道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